你说一下为什么你今天要做叫做红烧狮子头？是因为我最近很爱吃的一道菜就是红烧狮子头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啦。他们说啊，九哲，你最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？我就说红烧狮子头。后来我到了现场，他们就准备了一个红烧狮子头给我带。我说就是我爱吃的，不是很爱带的。但是我就觉得哎，非常可爱，然后就非常大。我就看到那个狮子头的眼睛，我就说好啊，可以带。可以带。你好漂亮啊！好，他说。我非常开心可以再回来分享我的音乐，分享我的唱歌，我的声音给大家听。练唱将猜猜猜第三季荣耀归来。这世界很酷。